成本上的渐边了是吧？哦，不是，因为我这里设置的，你选择的渐边，你需要设置渐边，你是渐边还是平边？嗯。那这就是抛光轮。嗯，这是在抛光，嗯，哦，这就渐变抛光，嗯，这个成本不高，这个像这种镜片也不值钱的东西，你只要有机器，没有机器，光想你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对，这次就很。